国泰三名空中服务员被指歧视非英语乘客风波持续发酵。国泰航空在星期二宣布对三名涉事的空中服务员予以解聘。特首李家超星期三在广州出席活动的时候回应事件，他指出机组人员对内地乘客作出不尊重言行感到痛愤和失望，而有关的言行伤害了香港和内地同胞的感情。李家超指已经向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绍波反映事态严重，强调类似的情况不容许再发生，国泰要检讨培训和服务素质，提升顾客服务文化。而国泰行政总裁林绍波亦都在会后再就事件道歉，承诺会全面检讨服务，亦都认为事件应该告一段落。